two, three. Philip, one, two, three. Go. Okay, thank you. 哎呀，一上来还摆一套型，俩师傅都商量半天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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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黄旭，你好。对，一看你们有话要说，一看一看就是你的钢丝，这个，上来啊，你吃了吗？我吃了，啊，我吃了吗？对，你吃了吗？哦，我吃，吃饱，吃饱了，我也吃饱了，吃饱了，我也就是成功。挑战者非常实在，吃饱必须最成功了。我刚才手里拿的鞭子很有特点啊。对，这个鞭子您以前玩过吗？我没有，我觉得玩鞭子挺危险的。这个要不要那个黄指导？这个鞭子我见过。黄指导来来，您试一下。因为这个呢是这个黄老师是专业选手，我是艺人之家出身的，我父亲是就是搞杂技的。哦，是吗？所以说我对于杂技来讲，这叫鞭技，神鞭，神鞭。对，他打蜡烛啊，还有打烟头啊，还有劈纸啊，都是用这种鞭子。用这种鞭子。对，瞧瞧，我们请到一行家来了吧？请到行家了。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挑战项目和挑战规则。嗯，好吗？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项目呢叫做神鞭灭蜡烛。大家看这儿有一排的15个蜡烛，来，这位，15个蜡烛，火苗非常的少，只有我们小拇手指盖的那个手指盖那么小。这个我们的 Philip 要用这个神鞭在35秒之内灭掉这15盏蜡烛。大家知道这个有什么难度吗？ OK Philip, what is the most what's the most dangerous, most difficult part of your show? Well, I'd be calming myself. Doing the candle takes a lot of focus. The whip generates a lot of power. And to focus it to such a small part as the fire takes a lot. Especially with such a big, beautiful audience here watching, makes things a little difficult. Okay, 我们 Philip 说了，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难，因为它的准确性要求很高，而且它的鞭子呢，每一鞭子抽下去，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Can you tell me how fast is your whip? Faster than most handguns, maybe faster than even the speed of sound. 我问他这个鞭子有多快啊？ Philip 说，他这个鞭子每一鞭子抽下去，都比声音的传播速度还快。大家掌声鼓励我们的 Philip。好的，那我们的挑战项目和挑战规则就是这样。现在呢，我们的两位竞赛嘉宾，你们就有任务了。刚才已经说了规则，在35秒钟之内要抽灭所有蜡烛上的火苗，而且用这个鞭烧。那请问，他的挑战是成功还是失败？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觉得他应该能成功，应该能成功，因为身怀绝技到这里面，他都抱着成功的信念。好的，那我想有我们黄指导的祝福和他给你的信心，我们也期待着你的成功，好吗？ Good luck for you. Good luck to you. So you can first practice for several times. 我要说一下，这个 Philip 要先试一下这个小试牛鞭啊，也不是牛，不是牛皮做的，先试几下，来，很响吧？给点掌声。Are you ready? Okay, 他继续试一下。Are you ready? Okay, give me five. Yeah, let's go. 来，那既然准备好了，我们现场再给他一些掌声鼓励一下。加油，给他信心。来，现场35秒倒计时，预备，开始。提前了六秒钟。赶紧到这儿来，抓紧时间。好，大家，您抓着他那个手，我们一起来宣布啊！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的3号挑战者挑战成功。9999990，同样，如果您支持我的话，请发送短信。
1-9999-9000。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竞赛嘉宾黄指导黄旭为我们的挑战者颁发成功奖牌，有请。再次的感谢你，谢谢。OK， 谢谢。好，那我们三号挑战选手的挑战呢，到这里就算结束了。现在呢。